全台第83间静思阅读书轩正式在板桥大观国小启用，结合图书馆和开放式的阅读空间，提供同学们舒适的读书环境。在这个地方有很多书可以让我们学习，很安静，就是可以让人有一种舒压的感觉。如果再不赶快就地球就会来不及了。 带妈妈陪着小朋友看故事，不知不觉大家也阅读越入迷。从童书到人物故事，甚至是人生哲理，都能从字里行间细细品味。我们很希望说，透过这个近视阅读书轩的这个成立，能够让小朋友养成终身的阅读习惯，而且去学习到什么是善，什么是爱。我们很希望说，把这个善跟爱，推广出去，然后。 透过他们的人生，让他们能够帮助更多的人。有爱的力量，才能稳定社会。期待透过书中的美善，把爱的种子埋入孩子们的心田，并渐渐茁壮成长，为社会贡献一己之力。大爱新闻范秀仪、简元吉台北报道。